时值欲望，复工后五万里半朝，身陪坐盼。我觉得呢，爱是一种选择，但是在一个更大的权力结构之下，有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会受到影响。就听林冲哎呀一声，一抬脚，啪，把那靴子翻了一个跟斗。董超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再看林冲那脚全都红了，上面都是水泡，这是严重烫伤啊。我就觉得施耐庵就很像那个谁，张爱玲讲的那句话，一个男人都会有两个女人，都喜爱这两个女人，一个是白月光，一个是朱砂痣。但不管你是白月光或朱砂痣，如果你娶了白月光，白月光就会变成一粒米，